假如奥特曼投标耍帅有段位，你觉得谁才是最强王者？第一个觉得奥特曼，喜欢他的小伙伴觉得他是什么段位呢？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走。山外的梦山比山高，半山腰，一生经历有黄树少，人我还有人忘不掉，你怀抱夜夜都是幻仙梦绕，爱恨情仇都付谈笑，多凄凉。第二个则塔奥特曼，喜欢他的小伙伴觉得他是什么段位呢？三间轮回间，万物皆为出口，谁来辨善恶是非对错，天光明暮色，终局寂灭的魂魄，快与我去成天里放火，编织九九烽火，诛杀此间圣魔，这宿命又能奈之如何，红旗沧海翻涌，收拾诸山河，飞到天天高海阔。第三个乌布奥特曼，喜欢他的小伙伴觉得他是什么段位呢？麦克斯奥特曼，喜欢他的小伙伴觉得他是什么段位呢？赛文奥特曼，喜欢他的小伙伴觉得他是什么段位呢？赛罗奥特曼，喜欢他的小伙伴觉得他是什么段位呢？